感觉是，是，新能源 Switch 的的线上战又局这么久，神之子的 MK2 武器涂装已解锁。神之涂子，装，神对，之子，听起来这么二，神之子，那不是风之谷的，他这真的叫神之子啊？我要来滑手机啊！我为有什么？600万可以滑手机，我可以滑为什什么？愉悦，么？啊！因为印象之前马克有开一台，就是很像小客车，但是上面有机枪的，有啊，那个是哪一台车啊？小客车有机枪的应该是卡拉卡啊，拉，白痴哦！卡拉卡拉，是吗？再要一次，不是不哪？是不是不是这种，我超1000块了，那是哪一因为种？我看到有一台很像，但我不知道是不是。卡拉卡拉，铁尼那个高，死亡公爵，铁尼高，铁尼高，铁尼高，不尼高就是啊，小卡车上面有那个机枪啊。武装礼用。你要器武我邀器，你是邀哪一个啊？那个副手对，哦，死亡公爵，还是我不去你的那有个点设施？像，邀请那前来是设吗？施。我不知道，因为那时候看他的车子脏脏的，是要走进来吗？然后又有很多功能，很猛。走进哦，你去，说人家我车光子是脏脏的，连进设施，我就跳掉了。可是你不是一定要进来吗？可以不用进来吗？我进来了。不是要在这个房间内你才能进差事吗？还是不用？应该是可以水路桥但总吧？备不用是不是？啊？但是也是见到差事啊，所以这应该是可以直接好吧，来试试要看差事。喽。好。开始，等一下，我快跑到了，算了，我进去好了，干，跑到了，都开了，哎呦，进来想啊，可以跑进来，武直接进装入。谈判，武装谈判吗？不知道哎。Hello，东西都买好了。刚刚那个是那个撒钱啊，扣1000块呢。没哇，啥，还是扣1000块。好了。谢谢小俊的礼物，真的是撒钱。撒钱。傻了吧？这个，撒钱，砸撒砸砸钱，砸，砸！那啥，地面小队。我是介绍少介小队了。扫街小队好像是要在外面守，然后我们要进去里面找东西吗？还要出来。我们要进去外做面的什比么？较危险呢、外面等一下会有那个，会有今天有雾音，代然后言会射吗？飞弹。今天没有代言，完他蛋是了，原价500块。居民对吧、啊？这是代言过啦，确定没代言哦。真的真的。然后这搞不好这次是我代言这样子。换 人换了，代言，要开通要开两台吗？开一台。一台就好了。你们嗯，射烟雾弹，等下射闪光弹。闪光弹，嗯，我身上没有。好，那我射。闪光弹，太高了啦！等下，我拿原子炮。太高了啦！射地上，闪光弹，射地上啦！你射去哪？你跳哪去了？就往上射啊，射射地地上，上是不是？射地上，去那么远干嘛？哎，有一根，有一颗，有这边有一颗。飘起来，飘起来，飘起来，飘起来！我怎么没看到有它飘吗？起来？我们要飘起来，这是个人看看到。到、哦，我看到已经飘起来了，我看它跑进车底了。我看它在那个位置，我看跟每个它在这看的不一里，样好恐怖哦，每好个恐看怖的不一样。这里，我看到它是这里。每个看的位置我都在不一天样，空了，我没有，为什么？我的每个看都我不一的还样，在地上，我的还在地上，它我消们还失在地了。上，走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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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谁的？开黄黄的，黄黄的，走喽。这样子车坏掉不干我的事。不对，这样子我能够叫，这样我就不能叫新的车啦。那换一台啊？啊，我开回去，倒开回车。去。停回去，我都被你们射下去了。就换旁边的黑车、白车，看来是哈基提的。
干你一定是捞到后面去，你故意不上车，妈小鸡鸡！等一下，你啦，上不了车啦，要走喽，上不了车啦。刚 F1 就直接后面哦，那怎么是你绕到驾驶座之后又跑到后面去了？我哪知道？你要那个啊？你要跟他讲说不行，我就是要驾驶。所以我现在要跳车的意思吗？看你啊，你要滚，跳出去滚一圈，我们就走我们的喽。啊！哎呦呀！啊，护甲！你一定就是代言啊，你都已经讲这么清楚了。有没有？这速度比较快，有没有？好。啊，护甲！没有，是想说让我们，嗯，让我们先晕一下，这样才不会掉，不会3D 晕。真的哦。对对对对。先吐完再说。对对对。感谢小俊的手链。刚刚小俊这边有丢一堆。哎呦。哎呦，这个人怎么在开车的上山哦？晕了晕了晕了。哎呦呀。是不是是不是帅哈？是是是。感谢小俊撒钱。小俊你怎么啦？中乐透，你这样很危险、欸。对啊，小俊今天丢不少哎、欸。今天对啊，你是因为考完解放吗？还是考完放松了吗？大丢一波。啊，有这个人。我没考上。哦。对对对对对。哇，刚刚是代言哎、欸。刚刚的时间。你是想要来玩这个？刚刚的时间都公园是不是又回来了呢？哇。没有，这边搞不好比较快。我们顺便看下风景，看这风景多美呀、啊！哇，是是是是，很美很美，啊、是很美很美。嗯，跳车！哎、欸，你不是要飞车哦？我、啊、完了！我以为你要飞车飞上去哎、欸！我刚原本是想飞啦，只是没飞到而已。没飞好，被压到。哇！飞出去了！完了！原之宝要出动啊！完了，完了！爬墙壁哦，可以了，这边可以，这边可以。哦，有了，哦，有了，回来了。你看刚刚快有什么用？现在都回来了、啊。大家体验一下跟那个房子结构，来看一下，我们导览一下。以后到目的地这样不好玩啊！以后盖家的时候可以研究一下，是吗？对，先研究别人家。对啊，怎么觉得我今天的车好飘哦？对不对？所以我刚才那样开啊，我觉得今天怪怪的，对不对？嗯、尤其轮胎很滑吗？这很滑、啊，我觉得是路灯的关系啦，太亮了。太亮、哦，对，有可能路灯照一照地面会变滑。对，有油光的感觉。车神上升啊！车神要卡在树中间了吗？来这边，那个不容易啊！哦，真的，那不是每个人学都会的。车神，对啊。怎么会这样子啊？想秀啊！哦，好飘，好想秀啊！车神啊，有没有？刚刚那个单两个轮子开车，厉害吗？没错，学会了。怎么今天马路上的车那么少、啊？晚上吧，可能嘿，知道我要来，大家都让路啦、啊。哦，车神要过，对啊。怎么每次要开台的喉咙都好痒？你怎么啦？嗯，完了，团团上升。哇，因为可以叫车了。他说不可使用，那特殊车都不可使用。嗯，被改掉了。车马进去吗？还是？外面的人比较危险，外面的人会有三台到四台的武装直升机会来。啊、嗯，那所以，所以嘞、欸，所以，之前是有用特殊的车辆去特殊车了，守这里，会比较好守。那你们现在如果特殊车的话就很尴尬、欸，打吧。那等一下你们那个要进去的就是彩虹点，
啊，我们要在外面守。是哨兵小队要守吗？我也忘了。或现在有两个点了吧？我们现在是到有利位置。对，我们到有利位置。那我是要去进去。没有，哈基，我们可以开车。哈基，我们可以开车。好。盲点在哪？里面吗？里面。里面很多人哦。后车门。有利位置？你说这个高塔吗？后车门是三回。是破。是上去，我记得上去碰个点而已。好。哦，是另一边哦。你在蹭另一边。干掉外面的菜鸟。怎么后车门是关不起来啦？这个。然后大家帮你关了。他是完全就是关进去又打开，关进去又打开的那种。我是个护甲。嗯。哇，里面有热气耶！天啊。哪里还有啊？里面都热气，热感也没用。是了。上面还有吗？哦有哎、欸。阿舅，看哪里？等下来后面，救命啊！是没事，那些多加注意。趁我拿狙击，贱人！真机飞得有点快。我没有补护甲、欸。你没有多的护甲吗？再掉一台，还有一点点。好、oh, ，OK。还有一点点喜欢。走哪里呀、啊？要继续过哦！我快死了，快死了，快死了！我要进来这边，看这边。我吃个护甲，找不到。要往前走，要往前走，往他们高台上面那边。走。他接要换车。换车。我多台。等一下、哦。我靠！这边繁星。啊，这边有个人啊，在哪里？楼上。楼上吧，这边，楼下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好嘞。他进死了。好嘞。有代言。对嘞。嗯。等一下，下次人清掉了再换。嗯。直升机也很危险，就是了。我们之前直升机被他弄死好几次，所以一直被轰死。对啊，嗯，哇塞，小俊你怎么了？丢太多了，小俊还在丢，好多，太多了，太猛啦，149个手链哦，是不是刚包月啊？包月好像有1000多个手链，嗯。包月就是包月月 ，NONO 的那个啊。哎，现在武装国度有用吗？现在没有吧。是说如果用这个打直升机会怎么样啊？它往上飞一点点这样子，就往上弹一下这样。他接我取车，好。怎么还没死啊？怎么这么难死啊？我去踩点。哎。等一下，我调个武器。好，来了。你拿什么？我拿冲锋。那把怎么看起来像重机啊？是啊。我看为什么是？怎样？找个掩护，总是掩护在这里。
的矮子弹，救命啊！有人要跑进来了，有人要跑进来了，都有人在门外啊！神机了哦，关门。你车来了吗？我来了，我一直在下面。哦，你把交一下。我跟你说，你一直在上面。欸、旁边有一个叛乱分子。看到了。这条死路对不对？可以。我开那个叛乱分子啊。好啊。在躲后面啊，在那边。好了，走。烟伤，烟伤。看得到吗？看不到。我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，来。好，走。吃个护甲。不要讲。好，我吃个饼干。也不要讲。不，饼干可以，护甲要钱。上面很多人哦。很难打。里面那台车还没爆哦。有人要走进去了，他们要走进去了。要往前开一点，往前开一点。上去喽！走喽，反军上来喽！有人在打喽，有人在。快没血，你要躲起来哦。好。怎么躲？我记得不是有一个按 H 还是什么的，可以往下缩。X 吗 ？X 是趴着，我是趴下趴着了。你们还行吗？开心。我靠！自己人，自己人，他自己人。真起来喽！好，走走走走，带着他出去。练习。躲他们那边。看到吗？没看到，没看到。这不是看不到。看到了。走走走走走走走、okay ，繁星够，繁星够。要修哦，你可以吗？你在哪里？我在、哦、我在一楼了、哦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吃个饼干。好。我们要出来了，我先躲一下。我先补个状态。躲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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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躲一下。我先补个状态。我吃个护甲。他出来了，我都吃护甲，为什么？啊，我们在门口了，可惜。啊！你不能讲吃护甲。我的妈！吃护甲就会被射。这个人在吃护甲，打他！我还吃护甲吃完，然后再按零食，我就砰！我死啊！你要先吃零食，先零食再护甲会比较好。阿杰按照继续吗？我按照继续吗？不知道。看到跑出继续两个字，我知道重新有两个人，重新开始应该就那个了吧？照理来说，照理来说，嗯。然后我们似乎对进来了，不能吃护甲，不能讲出来。好好好，不讲不讲，我没了哦，你没了，这台，哎哎，直出来，哎、欸、哇，看到了吗？哦，碎碎碎碎，刚好已经踩到点了。你是用怪怪的大法是不是？哎呦，位置够吗？够够够够够。
都上车，都上车，走了，走了。这也太惊险了吧！刚好成。哎，你一定要这样子吗？铁轨，你就可以走，你一定要走黄色的路。铁轨，谁驾驶？鬼，我。你什么意思？你直接走铁轨，你后面的铁轨有没有看到？有没有看到？算这边。另外。啊！我杀了那一边。干你下车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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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哈哈哈哈！干铁轨啊，就这边呐，就直接出来了，你洗的。哦，有点醉了，不好意思。我那边也是铁轨啊，我没有做错吧？啊，我们三个都看一样的铁轨，你看另外一个铁轨。恭喜中奖！感谢冰淇淋，感谢霸气。萌萌姐正常发挥，对啊，正常发挥，正常发挥。嗯，财经与服务，我们来买车哈。这一台叫什么啊？那个叛乱分子啊。哦，你是想讲武装国度啊？对，武装国度这台叫做武装国度。那有老板在上面卖枪吗？没有看他在打枪啊。而且你没子弹，老板直接补给你哦。然后你切护甲，老板直接卖给你哦。这么的方便，还不买一台？超方便。感谢你。哦，哈基后面啊？不对，前面才对。啊！你干嘛这台车？哎呦呀！坐上面好像很开心呢。你说我这个位置啊？嗯。送你好不好？我好怕，我都怕我死掉。可是你可以玩枪枪哎。不，可以攻篮。玩太多会对身体不好。不会啊，看你玩的蛮开心的啊。飞机，人机，飞机哦，机枪，哦，我是卡位，控制好，别卡位啊。哦，机枪，对，他们都防弹轮胎吧？要直接打驾驶啊？驾驶也打不到，很难打哎、欸。就嘿。感谢小俊，小俊你到底怎么啦？前面你是真的钱很多啊？他的狙是三步的狙下了。啊？啊？增肌哦！哦！嗯，开始开车，对啊，算是蛮幸运的。刚刚出来的时候就直接变这里了，嗯，但有触发到，嗯，玩杰克就完蛋了，为什么？嗯，对、啊，为什么会完蛋？要再打一次？哎呀、啊，还好吧，那只好上班看台，感谢小俊的礼物，霸王路线呢？啊，不要，嗯，他怎么标是标这边啊？哦，他要送到我的地堡哎、欸，没有，他送到特定地点，投放到地堡设施吧，对吧、啊？把它分级。哦呦，哎、欸，那倒着看路，真的会有时候会晕哎、欸。我上次就很可怜，他视角又是固定不能动啊。嗯，所以你那时候在前面一个大甩我，整个吐了。嗯，不然这一关难的地方应该在这里啦。这一关难的地方，这一整大关难的在这里哦。就猜猜是啦，就前几个这
前置的部分最难的是这边，那个时候我们在这里卡了一个多小时吧。哇哇哇，嗯，一直重复，一直重复，一直重复。我的追随音效刚好出来，哇哇！感谢西尼斗内打报告，加油，你加油。站立一下，好，拜拜。我居然从上面爬出来的吗？下不来。我没有下车啊、欸，下不车，下不了车哎、欸，结束了，结束了，又想装回来，还想装回去，又想装回来啊，这，嗯，129等，报警算特殊车吗？你觉得嘞？会飞的不算特殊车吗？哎哎哎，家人叫我哎嘿嘿， hey, 然后那个 BG 那个哈基的 BG 人出来了，但不对，我想说关掉 DC 麦没有用啊、hey. ，OBS 谁听得到？你需要一个按钮式的麦克风，你需要一个可以开关式的麦克风。为什么又在一个人的邀请战局？啊、我是开关式的、啊，我也是哎、欸，一个邀请那么快，哎、欸，就我们两个哎、欸，我可烦心，你要他们哦、喔，幺，爸爸为什么突然叫我？好，你先去忙，会考考完了，恭喜恭喜，可以放松啦，送出邀请，那我要跳舞，送出邀请，什么东西啊？我是噎到哦、喔，我要去武装国度，欸、那你顺便载我好了。好，走啊！我在车上噎。这那台车到底是叫什么啊？武装国度啊？哪台车？不是啊，就是我刚刚说马克那时候带我的开的那台车。田尼高，忘记了。田尼高，他说什么什么坦 ？OK， 坦，忘记了。他刚刚有讲，但是我没有。嗯。进来了，什么坦？路西达，路西坦，应该是干包，坦几吧，坦几吧。武装坦帕，武装卡帕，卡帕，卡帕，不理我爸了。怎么了？没有啊，感觉没有什么重要的事，只叫我下来一下，说我在忙，就没后续了。Uh-huh. 有哎、欸，拥有地堡，拥有机动作战中心，完成猎杀卧底机动作战任务，可以用批发价。嗯哼，之后可以买一台来玩。要副手幺幺，再买东西，再买竞品，嗯，再买我竞品。嗨、oh. ，老板，哎，老板又不卖我东西了啦。我要了、啊。哎、欸，老板，你怎么又不卖我东西啊？这样子我很难过。爸，我来了。哎，等一下，等我买完再开烟。哦，他不卖我东西啊，没有显示购买画面。失效，请。什么失效？那我刚可能按太快了。他说有买东西失效。我去单人一下，他都不卖我东西了。你不是要重开机才能买吗？嗯、好吧，有时候离开战局，离开线上战局。好，那我还是去找一下我爸了。嗯。不让我买，老板对啊、不知道为什么开台老板都不让我买。他害羞不肯出来。可是他都已经上镜头了。他对我挥了手，他会让我买吗？他让我买，我很难过。到私人战局，私人邀请战局，不是啦，我要这个啦。每次开台的时候，他不都不让我买，他应该讨厌你，不知道害羞吧？可是我开单人的时候，他就给我买了。那你要不要拿枪对着他看看？然后他就跟你挥手，嘿！好 ，B G N 就出来了。
可以直接偷拿吗？不行啦、啊。喉咙不舒服可以吃喉糖，可是喉糖凉凉的，我反而吃下去更不舒服。你不喜欢凉凉的感觉？嗯。对啊。